怀着激动而期待的心情，我就要开始黄河山东段的导览之旅咯。黄河进入山东后，在历史上形成的800里水坡，正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，也是水浒文化的发祥地。历史上的800里水坡，正是现在的东平湖湿地。在这里啊，可以坐游船、观风景，还有学划桨呢。其实很重，不太好划，而且你还要控制它的方向。我现在要去水浒影视城逛逛，跟我走吧。东平水浒影视城是电视剧《水浒传》的拍摄地哦。晚上的水浒影视城啊，也是灯光灿烂，热闹非凡，好吃、好玩、好看的，通通等你来。唐帝是八百多年前，有一伙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啊。故事的真实发生地哦，超兴奋的啦！跟着我一起上梁山当女侠啦！这里是梁山好汉结拜的地方，他们在这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而且这还是当初他们一起商议军情、调兵遣将、排定座次的地方哦。梁山上的忠义堂摆放着水浒108将的旗号和座位，到现在啊，仍然还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威势和忠义之气呢。梁山108名好汉，有72名出自于运城。我现在在宋江武校，要体会水浒英雄气概，当然要到宋江武校看千人练拳的宏大场面。最重要的是，要亲自上场练习哦。5、6。在运城水浒好汉城，听听老艺人演唱水浒故事，体验宋代点茶仪式，调出一盏卡布奇诺式的茶饮，再驶进于宋朝的运城县衙，感受一把县太爷的威风。观宋代成亲典礼，看精巧传统手艺，如果你知道武松打虎的故事，那景阳冈一定不能错过哦。在这里常常三碗不过冈，体会打虎英雄的豪情壮志。如果时间充足，这周边的菏泽牡丹园、蚩尤墓、大汶口文化遗址、台儿庄古城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游览地哦。沿着黄河一路向东北，河水流速渐缓，这里是黄河新风貌的代表区域。嗨，我们今天打卡的地点是黄河百里风景区，这里在济南城北，我们来的时候正巧碰到了舞狮表演耶。
这里的水位比晋南城要高。这里新建的河堤是天然的水上长城，它保卫着两边的城市，所以现在晋南已经都没有水患了，还是观光旅游的好地方。晋南有72名泉，泉水闻名天下。趵突泉喷涌不息的三汪泉水，绝对会让你重新认识什么叫做天下第一泉。而72名泉则是各有特色，赋予了晋南温润如江南的气质。而且你还可以尝一尝这温润的味道。这里好多人在打水哦，我们来看看。这个水就是泉水，山泉水，可以直接喝的哦。嗯，冰冰的，清甜清甜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也许900多年前的宋代词人李清照，就曾在这里听着潺潺泉水的声音，写下了这样优美的诗句。这里的泉水是经过护城河流到大明湖的，让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流到大明湖看看吧。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这里就是大明湖了，大明湖的湖水是泉水汇聚而成的。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吗？琼瑶剧中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原型也是出自这里的雨河厅。这汪湖水不仅映照了这座城，更赋予了晋南诗情画意。在晋南城，除了有美景，还有美食等着你哦。这一整片的建筑是奇和博物馆群，听说啊，里面有很多艺术珍品，还有奇珍异宝哦。现在看到的是黄金樟木的根雕，是不是很巨大啊？我们一起往那里看，那里是各种不同珍贵材质的根雕，是不是更震撼呢？哇哦，每个都好大哦。而且这里充满了香味，闻起来香香的。因为呢，它除了黄金樟木，还有沉香木，还有楠木，好多好多种珍贵的木头。这个翠玉白菜是在一匹马的上面，所以叫做马上发财。摸过这颗白菜的人都会马上发财哦。好大的夜明珠啊，黄河。这是丁宝桢的字，这是刘墉的字，这是刘统勋的字，他是刘墉的父亲哦。这是京剧名旦荀慧生的画，梅兰芳的画，尚小云的画，这里还有太多太多名人的字画，我实在是介绍不完了。这个博物馆非常的大，里面有好多的珍宝，而且你一进来，原来浮躁的心情一下子就可以沉静下来，而且你会感觉到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在和这些古人对话，你似乎可以看到他们当初吟诗作画的情景。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我想这是几辈子都学不完的。在黄河的最后一道弯，
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形式多样的游玩目的地。如果你看过《倩女幽魂》，那你应该知道《聊斋志异》。淄博是这位伟大的作家蒲松龄的故乡，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个神怪故事。淄博还以陶瓷琉璃而闻名，亲眼见证数百度高温下玻璃陶瓷器具的烧制过程，也将会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哦。灵岩寺、千佛山、周村古城、欧乐堡、海洋极地世界、齐国驯马坑，这些景点也同样值得一去哦。我们顺着黄河继续往前走，来到了富饶辽阔的黄河三角洲地区。想知道我在哪里吗？噔噔，西直坊黄河古村。知道进去会有什么收获吗？让我来为你揭晓。黄河古村里的七座柴烧古窑，传递着千年来的古色古韵。亲自体验手工制陶，与黄河泥土亲密接触。这里独具特色的是高台民宿，用黄河土筑起的泥墙，历经时光洗礼，如今又重新焕发生机。走进西直坊，仿佛走进了往昔，它让过去与现代的交替在一瞬间就完成了。西直坊以另外一种视角呈现了黄河文化的魅力。古往今来，西直坊村一直到现在都还保存着很多珍贵的传统技艺哦。在黄河风情景观绿道悠然漫步，领略田园风光，亲近自然生活，品尝当地的特色物产。如果要深入了解黄河文化风土人情，孙武文化城、打鱼章、武定府酱园、魏氏庄园这几个景点也不要错过哦。现在到了黄河之旅的最后一站，这里是黄河入海口。你想想看，当奔腾的黄河和广阔的大海相遇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景象呢？一起来领略吧。黄色的河水和蓝色的海水每天都在相互交融碰撞，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景象哦。我现在正走在最年轻的土地上，你知道吗？不久之前这里都还是一片水哦。这是黄河的泥沙堆积形成的土地，而且它还会不断的增长哦。黄河带着上游的泥沙，每年给这里冲刷出25到30平方公里的新造大陆。知道我有多幸运吗？我这次遇到了丹顶鹤的放飞，已经在飞了，算不算是比翼双飞呢？它们并排在一起飞。这里风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而且还是370多种鸟类的栖息地哦。鸟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，也为我们的黄河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浩瀚